前面就是给大家看到了，我给它修剪了。那么 Dogwood 呢，和其他的很多灌木一样，应该在早春呢进行修剪，水滴damage 的，还有呢 diseased 的，还有 death 的，都要修剪掉。那么刚才呢，就是把这个给修剪掉了。然后修剪掉了以后呢，的枝也不一定要我扔掉啊，你可以给它扦插啊。我呢，看给它扦插在盆里，你也可以直接给它插在地里啊。Dogwood是很容易扦插繁殖的啊。另外呢，Dogwood呢它的新的枝干颜色会更鲜艳，所以呢，每年你最好就给它一些老枝给它剪掉触发一些新枝，这样呢，它的颜色会更鲜艳。